尤其我们如果有植物上的，有植物上的，那更要小心，因为这个有执事，就代表僧团里面的一个指挥者或者一个安排者，啊，那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想法就要更谨慎，否则的话，那上不正，下则歪，上面领导不好，所以我常常很惭愧。因为我没有领导好，所以好像不断的大小问题还是都会有，虽然不是我造的，但是因为我领导无方，所以常常犯错。那你们或许认为那是小错，但从业力的角度来看，那往往是不可弥补的大错，除非你真忏悔，否则那个业力到最后都回扑，到时候你要叫都连叫的机会都没有，连叫的机会都没有，来不及叫就已经被你的业力埋葬，一定要很小心，小心再小心。呵呵。